的口袋哦。再来呢，它弹性非常好 ，SML 都可以穿。内着的话，不要刻意穿黑色就好。后面呢有做一个夹口袋，就是当一个小短裤给大家。那这一件呢，大概是属于中腰，一样在肚脐左右的位置，然后它是做比较直筒的，所以呢腿看起来就非常的直。那如果是保暖效果，那当然啊，它整件都是毛毛裤，所以它保暖效果是非常好的。重点是我觉得它穿起来不胖，类那种长毛毛毛海的部分完全亲肤不扎，这种短长毛不会到超长，然后非常非常好驾驭，就拢下去就好了。配跟性一样瘦，这件裤子其实没有什么胖瘦的问题，因为它不是做小件的，它就是做这种 oversize 的休闲短裤，触感上手感上都非常非常的滑溜柔软，然后不易掉毛， L 码绝对可以穿，非常的舒服了。